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崔喝茶。现在是晚上，大家要来感受一下夜场，对，深圳的夜场。是个好菊花，是一个晶莹透亮、小家碧玉的菊花。那它泡出来的茶也是口感非常的丝滑。夜茶这种其实还是南方会比较普及一点，就是晚上你也可以喝茶。我有点问题啊，好拽啊！疫情结束之后最想干嘛？跟好朋友们好好聚一下。我以为你最想开工。好吧，那我换一下，这张卡片再问一遍。疫情之后最想干嘛？开工。开工为了见粉丝们。对。营业。觉得虚伪的点个赞。